小帅开做视频的第一个视频就是给自己儿子做这个保暖裤，很多人当时就问，哎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面料呢？小孩穿了会不会保暖？然后有没有静电呢？就给大家去讲一下，今天要给安利的就是这样的同款的面料。这个面料呢叫加绒的木兰棉面料，里面是带绒的，外面是这种纯棉的面料。每年我都会给我们家小孩用这个去做保暖裤，因为你去做这个带棉的棉裤的话，他会穿着非常的笨重，小孩都不愿意去穿。然后我妈妈也是的，给妈妈也会去做这种啊，妈妈呢她就会直接穿在外面。这种裤子的话呢，它比较轻薄，但是呢比较保暖。里面是这种纯棉，外面是纯棉的，里面是带这种绒的。当时我买的时候好贵啊，55块钱一米，一分钱都不少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家布行就是进了很多很多的花色，都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呢是金银花的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点的，黑色的底，然后是黄颜色的这个花。这一块呢是。一块红颜色的啊，这一块比较素一点点。其实来说，它的底色比较素一点点。这一块呢，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。昨天就有朋友已经买了这一块，给妈妈买的是另外一块，给她自己做一个比较青春活力一点的，就用到了这个花型。还有这个是可能妈妈们穿的最多的，也最常见的一款花色吧。这个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点的啊，链条款的，底色是黑色。然后上面是红色的链条款，我会选择哪一款给儿子去做保暖裤呢？可能会拿这一块吧，放在里面嘛，反正也看不到，只要保暖就很好了。它呢就不会掉毛啊，不会掉毛。你看我在身上去蹭啊什么，它搓呀，它都是不会掉毛的，也不起球的，并且呢穿在身上你不会像冬天噼里啪啦电死人，一点都不会啊。之前的时候，好多人，确实不会，就是很多人，特别是老人跟小孩，冬天的时候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怕那种起静电。然后头发都对，你一穿的就是脱的时候就会炸毛，然来，后噼里啪啦会我响教的你一那个种方呀。法，它会不会起静电？那你试一下。不是，拿着这个布料，抖。使劲抖一下，啊，然后。如果上面的，它粘，第一个，会粘到一块它如果产生那个静电，它会。对，像粘到一起一样，吸在一起。这个没有哈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甩的时候就噼里啪啦的响，但是这种你手放开，随便抖，一点那个噼里啪啦都没有，然后轻轻一抖它就开了，它不会说粘到一起。对，这一个呢就是区别它那个有会不会产生静电最直接的方这个法。是我最关心的，我也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。对，冬天穿了保暖就是怕静电，然后起球球也很麻烦。这两种大家都可以放心，毛虽然是很长，但它不会掉毛哈，不会掉毛。你先给我讲一下这个今年到的这个加绒的跟以前的加绒有什么区别？就两款面料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底板，这个底板的话，这个是老款的，老款的它是分一个倒顺毛，哦，来看好一下明啊，显哦。看一下啊。嗯，如果说我们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顺毛，不能这样逆毛，逆毛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一搞过去还好，它的毛更长一些，但是对，就毛分长倒一顺点，毛。对，这个做的时候就有区别。要不然的话就往上跑。对，然后然这后个今呢，年新款出的的话，新款来，的，随便怎么揉，基本上都还好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一个区别。另外呢，它有一些这个做的这个底板呢，可能看的话还好，但是用手去摸。去感，用手去那个触感的话，可能这一个新款的它更加细腻一点。然后这个针织的话，你看一下这个哦，老板的啊，老板的弹力呢，相对来说没有这一个大，然后手感的柔软程度也没有这个好。它的密制度是不是也不一样对，啊？这个要细一点。对，这个更细腻一些哈，好明显，这个更细腻一些。对，好，我们你再看，烧一下，烧一烧下。烧。我们烧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个底板这个绒啊不是棉的，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，这个绒都不是棉的，这个面儿的话都是棉的。面子是纯棉的，对，面子也可以。底板的绒它不是棉对，的哈。那这里烧这个面上的这个布，这一个就是一个针织啊，针织棉。那它穿着起来会起球、会静电呐、会怎么样不吗？不会，都不会，会哈。都不会。保暖性呢？保暖性，
这个当然很保暖了。你像那个我们普通的这个针织棉的话只有一层，然后加的这个保暖，加的这个绒呢就是起到一个保暖的。然后这个绒的话它有很多种，一种是倒顺的，还有一种是超柔的，这种就是类似超柔，这种呢就是倒顺毛，也有人叫它不倒绒。不倒绒，嗯，对，就和我们去年那个纯色的，纯色的那个保暖差不多的那个绒。这个是老板的，稍一下看一下啊，面上这个布都是面，但是这个绒就不是了。来烧一下绒给大家看一下，化纤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绒都不是棉的。好了。